甩出去的手就放开。你甩出去的时候不要走路啊，它会绊倒。对，甩出去的时候停住啊，你不要跌倒哦。你要甩在前面，不是甩在旁边啊。那挺胸，头看上面。甩出去的时候不要动。哎。甩出去的时候不要动啊，你乱看它跌倒。不要看地上，走慢一点啊。在附件呢、啊。对，我知道这个，像这种新鲜的空气，大自然的环境。对啊。你手甩出去，再往前，你甩出去的时候不要动，手很酸。你甩出去的时候先不要走，脚不会跌倒。对，好，走过来。甩出去的时候不要动啊，这样才不会跌倒啊。甩出去的时候不要走，先甩出去再走。累的话可以稍微停一下。走那么快啊，然后跌倒。